好了，兄弟们，来看比赛哈。这场比赛呢，是由羞羞粉丝团萝卜宅的赞助。萝卜宅来了没有啊？感谢兄弟的赞助啊！其实萝卜宅的话呢，经常有赞助他跟这个河池跟小鸭打的哈，只是他就和老二有时候都不想打小鸭哈，然后也经常打，就是赞助河池跟草剃烈打啊，单挑。但是河池说单挑太单调了啊，无聊是吧？所以说我就说，哎，那就来一波3v3吧，是吧？草剃烈用主力，然后和老二呢这边用日本队来干啊，看看这边哪个牛逼？哎，什么东西这一波？草剃烈的话，刚才又想用收皮拳哈，来收这个和老二的皮啊，没有收到。他这个出招的话，稍微那么快了一点点啊，一点点，有点意思啊。继续看比赛吧。哦呀，圣龙很精准哦，二哥你要顶住啊！我去，漂亮下盘，刚好套中，很难打呀。日本队可不好搞啊啊！后面还有一个懦夫救星，哦呦哦呦这。哦呦，你看还在秀啊，厉害啊，秀反斜跳啊，人家都斜跳都是直跳，他是斜跳，哎，强转成功了，可惜下盘没有连上啊。草剃烈的惯用套路，冲过来之后啊，直接直跳来打你啊，这个是他惯用套路，所以说他跳过来，有时候你知道他这个习惯，你直接给升龙化掉他，不用去想着怎么来防，是不是？这波是一个穿三的局面啊。好，防住之后呢，也是一个双面抓啊，双面抓手法，你懂的啊。本来要休息的呀啊，不玩就休息啊，不玩的话也很早是吧？不玩的话10点钟休息也不迟啊。然后等下去小号那边看一看啊，那边再带货遥感，你们需要的话去看一下啊。草剃烈应该说他的实力是有的哈、啊，但是懦夫救星这个角色我感觉不太适合他。像他这种玩法，喜欢秀手法的哈，应该多练一些那种连招比较好的，啊，比如说还有一个那个特瑞啊，也是可以秀一秀一些手法，秀一秀连招，哎，又是一个抓头，哦呦，可以啊，起身带一个必杀，赢了一分，可以的，二哥不错，二哥被打倒了啊，不是二哥不错，是草剃烈不错。那草剃金步也是没有指定头嘛，是不是？小号在哪里买一个？你搜索羞羞拳皇哈，就可以买到那个摇杆了哈。双十一的价格啊，1号到11号都是一样的。你如果买低了，你来找我给你补差价啊。如果低10块，我赔你20啊，好不好？放心啊，我这个可以做承诺的啊。你去那边看一下啊。小号搜索羞羞拳皇直接下单哈。你说是羞羞那边来了，买R3就可以了。啊，喜欢预言的话，咱们那就预言一波，那就预言一下啊，好吧。二哥，你最终就算要赢得比赛，但是你的草剃你不能输啊！喂、哦，太敢赌了，而且他赌得很重。好，强转来，哎，刚好破防，打了一个正向，升龙结束你的小命。重手接布阵怎么操作？哎呦，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哈，你得有复合手法、压剑手法才好操作啊，不然的话这招太费劲了。其实我不建议的啊，你为了这一招的话，你要练这一招，你要就是你要付出很多这个练习的时间。好，再一次一个跳攻击命中啊，下一之后接上不是没了吧？好抓，草剃烈后面两个角色基本上。有二线就不错了啊，但是他的草剃起码有一线啊。哎哎哎，再继续抓，命中。哎哎哎，抓了。搞啥东西啊？Round three, ready go. 来，重手接布阵，有手就行吗？不是下西哦，是五西哦，兄弟 ，kiss 兄弟，五西哦，不是下西哦，就是摇滚五回中间那个五西哦，没那么容易哦。3v3几线啊？二线啊？二线中，二线顶吧，反正一线上不了啊，一线上不了。哎呦，这个是远了，起头嘛。
哎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左上角啊，油锯，路易十三，路易十三兄弟，你还在吗？一号到十一号都是一个价位，对的，对的啊，这个叫你宁宁啊，宁宁是吧？一个价位的啊，放心兄弟啊，买贵了，贵十块赔二十，好不好？贵一百赔两百啊，你们还可以相信我，让我多买贵的。哎哎，二哥，好，就等一个钢CD。就等一个钢CD，我去，四赔四百三十九啊！刚才如果反上的话，你们发财了呀，兄弟们！可惜可惜哈、啊，发财差一点点啊，发财发财，差一点就来。差一点就发财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大家点点赞啊，兄弟们，赞有点少啊，每人十个赞够了啊，还是要看他们的草地。哎，失误了。Q 五多少钱 ？Q 五的话正价哈、啊，正价的话是要2099，现在是1800多。兄弟，你是土豪是吧？你要买 Q， 你要买 Q 五啊？啊，宁宁兄弟，你要买 Q 五啊？不差钱吗？不差钱的话，现在做活动直接下是吧？直接下单，什么东西你都不用问了，顶配的价格，20块2200万是吧？感谢点赞啊，兄弟们，搞起来！好了啊，这把又败了哈，草剃裂败了哈。我们算草剃裂的话，现在是2-1啊，算草剃裂啊。牵制不住这个很灵活的一个草剃。不敢打，对啊，不太敢打。老二，我有点怂啊，这个二哥，他可能要恢复一下再打，可以理解是吧？打不过不打，能理解，很正常。但肯定不会输嘛，是吧？上一次打的话，他本来已经赢了，8-3，还在那里慌慌慌，他自己有阴影，你知道吗？草剃裂的力回功底哈，在一线以上的高手面前，他还是有点不太够用啊。他只想按照自己的套路来进攻，没有考虑对手要怎么来进攻，怎么样来做防守。没有谁零头的悲哀哈，闪现之后抓了他，抓了之后还得被拆头呀。他这招好招，他这招是在秀操作。不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落地想要打击头，他马上就可以进低啊，然后反抓你啊，这招厉害啊，这招挺厉害。Round one.草剃裂目前和老二啊，胜率还有点低。上线对逆向刚刚好，砸一下，我去我去，漂亮啊！反向升龙，再强转，你再升龙啊！我以为他又要升龙，和老二知道他这波有可能要升龙啊，我就跳来落地啊，不动了啊，不动了，不太看得懂啊，你可以来教我好不好？兄弟，你可以教教我啊。嗯，闪现抓一个身后，欢迎大家来指教啊！
只要你是善意的是吧，而不是那冷嘲热讽了，欢迎大家来指教啊，兄弟们。看得懂一点点啊，略懂略懂啊。卖摇杆就不能看得懂啊，那人家还赞助打，还赞助呢啊。这两个合起来是不是眼红吗，兄弟有眼红的吗？你们如果牛逼或者你自己组织一场合成的比赛打别人呗，是不是不要在这里嘴炮啊，兄弟们。你只要对别人好啊，别人十倍还给你，你在那里黑人家就嘲讽你，你都无处可逃。好，继续看比赛啊。刚才和老二的草地是好像是输了是不是，又好像又输了是不是。赢了啊，那就是2比2啊。草剃的话那就是2比2、啊、我们算一下小分啊，等一下关心一下小分。风波没有，风波现在九七也不行啊，风波人家是公务员啊，还要打九七干什么，他们打九七他们早就腻了，谁不是缺钱他们会玩呢、啊、是不是，像老 K 为什么爱玩不玩呢，老 K 因为已经不缺钱了嘛，是不是。好，三比一，好尴尬呀、啊、兄弟们哈，你们继续压哈，继续压草剃猎鹰哈，他总能赢的，你们一赢的话你们就基本上是吧，就发财了哈，发财了，来一个发财局。ET 本来就不玩了呀，队员的话有何池啊，何俊、罗伯州、小马、魔鬼，然后江苏的话呢有秦红、有暴王、陈阳、正正、可乐啊，明天七点啊，明天七点。小村民哪里的？小村民哪里的？刚才又忘了看了哈，刚才又没空看了哈，我在后台在忙啊，兄弟们。刚才小草又是谁赢了？啊，刚才小草又是谁赢了？公务员说的是那个风波啊，风波，二哥赢了，那就二比三啊，二比三。草剃的这个对阵的话是二比三啊，到时候把它剪出来。怎么说也是公务员舒服嘛，是不是，这还用说吗，贼舒服啊，多么的规律啊，啊，多么的安稳啊，自由职业的或者上班的人、啊、是吧，要操劳啊，不稳定啊，你们懂的，破产。哎，二哥又赢了，二哥你怕啥呀，单挑干起来啊，
直播也规律啊，你知道直播多伤身体吗，兄弟啊？直播它是不一定长久的呀，你知道吗 ？AB 抓，有何俊啊，有何俊。然后跳起抓，亮起分房你都不去，那你说明现在你混得不错吧，兄弟，休墨兄弟。他知道 AB 了哈，但是这个下一没有点好。可以哈，自己没有刚掉这个气，还把对手的气给废掉了，这个不错，使得很值啊。值的啊，比泰山还重。打什么拳皇十五啊？拳皇十五他没站住，他打来干什么？打游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现在是不是？打游戏他不是那块，他不是要赚钱吗？你拳皇十五没能站住，他还打什么？又没有比赛打了。像这些人如果说拳皇九七没站住，他们会打吗？你说他们早就腻了，你管我是最强的高手还是什么菜的高手是吧，没有钱打就腻了呀。哎呦，给吊打呀，逆向没用啊，啥用也没有啊。对啊，都打吐了，二哥原话是说打吐了呀，是不是打吐了。哦，要吃饭啊，要吃饭。刚才是二比三的一个四比二是吧，小分是四比二啊。好，读了图 AB 走，哎，想偷下盘，街霸是出来十五就凉了，对啊，然后街霸玩着玩着他又凉了，然后和老二又会专心的玩九七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哎呀，可以哦。软连都来了啊！对啊，什么东西你都要用商业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思考就对了呀，人总要吃饭的嘛。摸一摸，摸一摸，可以啊，夺了图过不来，漂亮。这个摸摸的好啊，这个战 A 就是破你的夺了图，破你的水门反山来，搞死他。装得很，必须要装啊，兄弟们！就是在现实世界你可以低调一点，在网络世界你一定要装，这个叫流量思维啊！进攻型的阵，头上符，好，我去，头上符被抓了，又来，这么突然吗？此人的恐怖之处在于，你不要让他打死了，只要他打死你，他就要让你上素材，知道吗？二比五，
对啊，你装啊，你玩的话，你像霸王那样龟就行了，是吧？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你就龟死霸王就行了。比霸王还龟，人家也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玉真期要跳，对啊，多跳多跳啊，多跳。哎呦哎呦，变招好快哦！好，你下。好，直接一个跳线。小草小比分现在是三比四啊，二领先，三比四，可以哈，荒鸟九伤马上跑开了，四平吗？哦，刚加上这一局是四平了是吧？逆上直接战逼破掉哈，可以的，洗头啊，升龙格挡，遇到指令头都没有用啊，刚好磨死。那个小草都取关了，只发自己赢了。你可以取关了是吧？人家肯定发自己赢的了，很正常啊。是你，你会不会发？你会不会发你赢的呀？你发你输的嘛？很正常啊，兄弟，符合人性啊，肯定符合人性的。难道你发自己挨揍的吗？那不是掉粉更加多，对不对？哎，再一次打他大姑妈，广东前五兄弟，你这么小看我。我二十年前吊打广东前五了，知道吗？只不过是后来都不打了，退出江湖了，是吧？做幕后了啊！你们要带入自己嘛？你们想想，如果你是草剃烈，你会怎么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取关他也没毛病嘛，是吧？因为你不喜欢他这种行为嘛。但是留下来的粉丝过滤掉，就是都喜欢他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不行啊！这抢十能不能拿三分的呀？能不能拿三分的呀？就靠一个草剃啊，撑不起整场，就整一台戏啊，是不是？这台戏的话，你还得三个人一起配合，一个主角，一个独角啊，没办法，撑不了太久。兄弟们，喜欢摇梗的双十一，今天到这个双十一都是双十一的价格啊！你们看一下屏幕下方小黄车，可以直接下单啊。也可以搜索修修拳皇两个字，去我小号那边有专业的导购小姐姐给你们做一些导购啊，兄弟们啊，去看一下啊。今天你拍啊，你不是在双十一那天拍的，你贵了的话贵100给你赔200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哦呦哦呦，不行啊，二哥草地搞不过啊。一线都是玩具啊，二线更加是手中的玩具中的玩具。哦呀，他升龙还真的挺快的，他升龙挺快的。哦呀，好快！我去，这个抢的真好啊，很极限啊！真的可以啊，独乐图，好，逆向绕起来，独乐图打晕反跳，哎呀帅，哎嘿嘿嘿，哎二哥你在干什么，你在干什么二哥，哎呦这都破掉了，哦哟，可以可以哈，帅气帅气帅气，很帅气啊！刚才装个叉的时候哈，那差点装脱了。装叉的时候差点装脱了，可以，这一把厉害。刚才地雷阵居然给他破了。
Round one, ready, go. 哥，顶住啊，你的草地啊！我去，砸得不错。嗯，可以，这一招补的也挺快的哈，下跌，圣龙没打中啊，重拳马上补了。五比五是不是啊？小分是不是五比五啊，兄弟们？切防，哎哎哎，切防呢？切防呢？防守做的不太好啊，红丸都没什么套路，就正常打他都顶不住，防不住。漂亮，这时候预判了对手啊，哎，刚好也知道对手会乱动哈，喜欢抢招，我就打你大姑吗？顺便点赞搞起啊，搞起点赞。何时自己有心魔啊，上一次八比三都能输给小雅，真的是逗逗逼啊，搞笑的。何老二现在是遮羞布啊，是叶枫的遮羞布啊，叶枫现在打不过何俊了呀，要靠这个何老二来撑场面了哈。何老二如果撑不住场面的话，那何俊他就三分天下了，兄弟们知道吗？是不是兄弟们？如果说何俊长期能赢何池，能赢叶枫，那肯定人家觉得他就是跟这个辉 K 一档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预言啊，预言。炒作的怎么炒啊？你帮他炒的吗？是不是你帮他炒的，哥们儿？哎，牛皮！靠自己的实力打上去的哈，炒是没用的。你怎么吵啊？喂喂喂！哎，他这个蒸汽挺敢抓头啊！啊，他这个蒸汽挺敢抓头啊！他跟何老二也打得有来有回啊，没有说稳吃的啊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要太，不要太片面了。他跟何老二打得有来有回的。好，跟反后小跳，站。还抓头吗？
那老二他是打完不接站住了。哎，可以赢了啊！好，继续参与一下预言啊，参与一下预言。兄弟们啊，刚才有人说双十一的价格是不是现在买的话就是双十一的价格啊？我跟你说就是的，没有错啊，现在买就是双十一的价格啊。你们到时候如果觉得贵了啊，来找我啊，贵一赔二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。然后需要摇杆可以直接看小黄车啊，我给你推荐一款适合你水平的，是吧？你说一说你是大概什么水平的，是吧？你说一说你是方档圆档，是吧？明天七点啊，明天七点。然后我这边如果没看到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小号那边下购啊，去下单也可以。明天明明都写了七点了，你们都还是在问呢，又知道有比赛又不知道几点，十九点了啊，兄弟。喂，好招，隔挡是吧？好逆向啊。喂，底下的字是黑白配啊，兄弟，怎么会看不清楚？Round three, ready, go!哦吼，真的啊！哎哎哎哎，这一波想要骗一下招，思路不错啊，但是他这个跑的距离不够远。三十六升七的一个失误，一脚一脚，哎呦，这一脚出早了哈。谢谢磊哥啊，欢迎磊哥，感谢磊哥的小恶魔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现在小草的战绩是几比几啊，兄弟们？小草战绩几比几啊？谁赢了呀？尽管特别忙啊！哦呦哦呦，升完之后再升龙。我这个放倒，哦呦，这一波没有猜好啊。预言开了啊，预言开了，没看到吗，兄弟？预言开了啊。草踢裂相对来说啊，他现在还是有一点小膨胀的哈、啊，有点小膨胀的啊。跟各大高手就是交手之后呢，很多人也喜欢把他的小草拿来当素材，是吧？不过有这个实力可以膨胀啊。
他就是要立住他的人设是吧，必须跟人家多打一打一比一啊，然后用草帖来带动一下他的那个影响力啊。兼职主播啊，兼职主播，喂喂喂，好招好招啊，站一下 A。我绕来绕去啊，防不胜防啊，牛皮又一次穿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啊，又是穿三。那东西我开始做啊，那快快在烤炉啊，谁在凶我凶的？我好像在闷我慌的。二哥这不行啊，二哥，二哥挺住，二哥你是最胖的啊。我去，刚吸地他这么一点血，哎呀，他是真敢升龙啊！他是真敢升龙啊！很搞笑啊！草剃这个升龙，有时候他一落地，你升龙就他就打不了地啊，打不了地。切防啊，防止对手薅头。又来。干了！喂，这不得跳啊！好，又是一个薅头，他非常喜欢薅头的套路。你薅羊毛的吧？哎，对。来来来，跳抓，好，三十个三七，我去，吸过来了，七比七，可以哦。二哥，什么鬼？二哥，二哥，你要翻车，稳住，稳住。二线顶有啊，二线顶差不多吧，差不多二线顶。他全靠一个草剃猎来，草剃精来带动啊。没有草地精的后面两个角色也一般般啊，他的阵容就很怪啊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阵容很怪啊，后面两个角色都不接啊，不接气的。漂亮。这才叫顶级高手嘛！啊，虽然说连招可能没有他那么秀，但算破防值我比你强吧。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优点啊，有他的特长。抓一手。纳尼来了。你又来，你就偏喜欢抓头啊，你就偏喜欢抓头。来个穿三啊，二哥，
那个穿三的二哥，下血量好大呀，下血量好大呀，来吧来吧，彩头拦住山了，差一点反三了，哥们儿。广东下个毛啊，下血，鹅毛的血啊！我还穿短袖呢，下什么血？没下血。你是在东北说的话吧？啊，你现在在东北是不是在梦游啊？我也在吹风扇啊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听一下我风扇的声音，你们听一下我风扇的声音，有没有听到，兄弟们？我的麦带了一个防风罩，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啊？有没有听到，兄弟们？破你个，可以啊哈！荒野直接升龙，哇呀，这个逆向好，这个逆向非常给力啊，二批才能成立啊。超喜欢抓头啊。喂，好招，跳低挥空直接升龙。哎，你想好，对空来了，哎哎哎，远了，打点也是打得太低了啊，拦他，哎哎，好，后后反要低，打个阵。这也是防住了哈，强制转身，好打晕，真的有点东西，有点料，谢谢夏侯友，感谢感谢。
有点东西的，腰低流斗啊。我去，站 A 回空，圣龙。我去，这圣龙有点变态啊。反个三，二哥，二哥反个三呢？AB 进去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你上，好，补了一脚，击飞。本三，真的本三，好，可以啊，很快，哎，哎呀，什么鬼？耍杂技呢，哥？上厨服刚才的打点时间不太好，不也舒服，防得不错哈，想打一波逆向，他好像可以随时随地变招，我去，这个舒服啊，打点太精准了哈，可以。打的也很精准啊，木鸭漂亮，我去，他很喜欢这种招啊，冲过来之后直小跳，抢石头哟，兄弟们，二哥稳住哦，好，头上佛再来一次，踹啊，踹一脚，打坑了啊！我不在不好意思啊，你休息吧。哦呦，好快啊，完了，二哥双色点呢、啊。
观赏性很高。咱组织的比赛那肯定是有观赏性的嘛，对不对？肯定是有槽点、有看点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刺激啊，很刺激。Round one, ready, go. 二哥完了，反斜跳失误了。预言，哎呦，二哥别翻车啊，二哥。我去，这打点很强啊！别秀脱了，兄弟！别秀脱了，兄弟！两个观赏的吗？打那么多打的好嘞！这个等级早啊，打那么多好的，还没发等级来。嗯，二哥稳住啊，兄弟啊，别翻车哈、啊！你上啊，预判了对手的这个 A B 了哈、啊，但是没有踢中啊！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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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物有限制啊，就是为了好看平衡一点嘛。和池主上主力那随便打呀，那个还有说吗？这有什么好喷的？你们知道吗？为了让你们看得更加精彩，是吧？更加有悬念，才限制了和老二日本队啊。你们看好了啊，兄弟们，别乱喷了。啊，再次，这草剃烈太喜欢抓头发了，老是喜欢抓头啊。抓头抓习惯了吧，二哥，你想要来一波弹幕最多的打法，礼物最多打法是不是？头上我打坑，三杀抓一下，后反摇地震，可以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彩头，来了，怎么说？还是被防了，哦呦，反套下盘，刚好有气绝杀，哦呦妈呀，二哥，哈哈。哎呀，刺激二哥，怎么说？开位，开位，开喷，开喷！二哥说话呀！二哥说话呀！我操！